大家好，我们是 Snowboard 妈。今天是12月31号，我们来到了白马武龙滑雪场，体验第一次滑雪跨年。我们的好朋友为了庆祝跨年，要表演一边滑雪一边吹喇叭。这边我们遇到另一位好朋友，穿着恐龙服装来滑雪。一边滑雪一边吹喇叭也太强了吧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家都喜欢在这边滚下去。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烟火吧。